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湖人马刺北京时间1月2日，湖人 VS 马刺的二番战打响。上一场湖人击败马刺，这场比赛湖人以109-103击败马刺。首节湖人落后马刺6分，第二节打完湖人反超2分，第三节打完马刺又反超4分，两队攻防两端，你来我往。末节开场詹皇带队反超，马刺又反超，两队交替领先都超过15次。末节还剩一分45秒，两队还是平分。库兹马在中场前35秒的补篮价值千金，随后詹姆斯篮下打中锁定胜局。这场比赛开场安东尼戴维斯的进攻欲望很强，单打珀尔特尔两次命中一个，之后四次中头都没中。不过 AD 命中了一个三分球，八中三拿，八分三篮板二抢断。老詹开场先划水一段时间，随后连拿七分，首节命中率 40%， 三分球一中一。詹每首节合计15分，表现算中规中矩。第二节 AD 先在场下休息，詹姆斯带队疯狂追分，詹姆斯一个三分球加二个罚球拿下五分。助攻哈雷尔篮下命中后被换下，浓眉登场后连拿9分，帮助湖人稳定局势。还剩2分03秒，老詹才登场，上来就跟 AD 完成空中接力，随后扛着尤班克斯打成2+1。可惜的是有一次空中折叠暴扣没进。第二节老詹5分钟拿下8分2篮板2助攻一抢断，半场15+4正4。 AD 第二节9分2篮板2助攻，半场17分5篮板3助攻2抢断。第三节安东尼戴维斯延续着他完美的手感，单节7中4，三分三中一拿下，9分2篮板2助攻。三节28分钟21中11轰下，26分7篮板5助攻，数据极度全面。詹姆斯第三节拿下4分2助攻1篮板。三节23分钟11中6，三分三中2拿下，19分6助攻5篮板2抢断，也十分全面。开场勒布朗虽然被尤班克斯打到腰部，但他还连拿5分，帮助湖人反超。老詹带着四个替补打发挥已经不错了，德罗赞面对马修斯打成2+1后，马刺反超3分，施罗德3分命中两队又打平。詹姆斯制造犯规后裁判没给犯规，回过头给了盖伊一个2+1，马刺再度反超3分。詹梅连线3分回应又扳平，库兹马补篮命中实现反超，詹姆斯篮下打成湖人领先4分。马刺暂停詹姆斯全场22中8，三分7中3拿下，26分11助攻10篮板2抢断。安东尼戴维斯26中13，三分6中4，拿下34分11篮板5助攻2抢断。詹梅合力拿下58分20篮板15助攻，但库兹马在中场前35秒的补篮反超价值千金。库兹马全场11分4篮板，但关键补篮太出色。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